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的处长阿武修。时间过了真紧，休一下就过去啊。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长台语超练邓，不止咬字清晰，发音也很正确。这三天我有去过足多所在，这的所在拢是我美好的回忆。欧宇修处长即将离开台湾，回去美国，特地拍下这段影片，还全程都是以台语发音介绍南台湾景点。阿里山、新屋记、新华村、嘉义公园、台南市美术馆、孔子庙。驻台期间，他去过台湾无数个知名景点，就连台东还有外岛的澎湖也有他的足迹。拍影片与台湾道别，流利的台语令人惊艳。欧宇修处长他非常喜欢台湾，我们在跟他交流过程当中，发现他一直满满的热情。根据了解，他2006年到2010年在 AIT 经济组服务6年后离开台湾，直到3年前回台接任 AIT 高雄分处长。也因为在南台湾，他几乎每天都花6-7个小时在学台语。我要感谢各位南部朋友的支持和爱护。在台湾的时间，为了真充实。影片发布不到一天，就有近10万人浏览，不少人直呼这台语真的太强了，讲得好标准。欧宇修透过影片跟台湾人民说再见，也用自己的角度见证台湾的美。记者嘉义综合报道。